大姐、阿哥，你们大家好哈、哦、啊、我是在戏里面是706的阿龙。当然，这个角色呢，其实是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讲情义的，有情有义的一个牌件啦，就是在帕都的时候，他会回来，帕湾他被抓了嘛，所以帕都他会回来。然后，我觉得你们。 只要有住过甘榜的人，你们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我们去马来西亚拍那几个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在那边生活真的是一点都不简单，不能玩 handphone， 没有网际网络，没有 aircon， 真的很厉害啦。如果给我回到以前的话，真的不能够生活，活不下去，对对对，活不下去。所以我很尊重以前的时候那些住过甘榜啊，怎么样啊，没有 aircon， 没有 WiFi 都可以过得很好。 真的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电影的话 ，Part One， 你们就要去看我们的 Part Two， 因为现在已经全岛上映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啦，因为大家有看过阿龙啦，今天两。